黑头老头父女俩造反了，堂主，你说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火魔神临走的时候说过，必要时杀了他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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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下英雄好汉，今年武林盟主称霸。除了青木宫退出江湖之后，白水宫紫衣侯又失踪多月，而黑土老头有身患重病，所以五大行宫已经决定由金河宫和火魔宫联手当这五年的武林盟主。别说，谁说的？ 怎么我还没有死是吗？哼，那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不是要在这里重选武林盟主吗？哦，原来紫衣侯今天是来争夺武林盟主。 伤心，很快就会尝到我的五雷神火。哼！啊！韩兵长，怎么你？哼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啊！黑土老头，你们父女两个，我已经知错，不再助纣为虐。 爹叫我带圣水来了，你爹他不恨我，恨你怎么还叫我带圣水来救你呢？老伯，黑土帮主，请你帮我照顾我姐夫。好好好。
你怎么知道我？网花神功。